玉里镇公所近期内接获民众在社群网站通报安通野溪温泉泡脚池没有水可以使用，而且也都没有修复完成等等的问题。玉里镇公所将会在3月16号的上午9点前往现勘了解。玉里近期公所接获民众在社群网站通报安通野溪温泉泡脚池没有水可以使用，以及泡脚池没有修复等等的问题，玉里镇公所将在3月16号的早上9点前往会勘来解决。我们再来统合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试用这个方式，还有我们来更新。早在这个月4号，镇公所邀请民众一起来召开安通野溪温泉泡脚池使用现况讨论的会议。召开会议之后，公所马上号召相关客室以及民众前往会勘。使用目的跟我们原来的目的不一样。目前法规是这样，我们来寻求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那另外，龚文俊在上一次会议也提到，请求部落组织要站出来，建议成立安通野溪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龚文俊表示，未来公所必将以合法、合理、合情取得有效管理为原则，让部落使用者、公所三方取得最好的平衡点。记者高雄双语郑采访报道。